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遇到80级，我们也可以碰一碰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配角扛不住那么久啊，朋友们。我配角扛不住很久啊，配角凉了也算是失败了呀。虽然主角打得赢三个80级，但是配角扛不住那么长的时间呐。好的，这一个很轻松啊，齐天大圣，三个60级，一个2级人，他们就应该差不多了。我小看他们了啊，一个2级人控制技能还是不能行的啊，还需要一套攻击技能。好的，非常舒服，继续。38场，这里前5我们应该是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第一估计有点悬，这个人好猛，他不停的在打。现在两个配角没了，这两个没了啊，再次这了。镜子骑士，哇，这两个是兄弟，镜子骑士，火焰战士，红莲火焰啊，红莲火焰，镜子骑士。好的，这里也准备就绪了，走起。瓜牛哥这个游戏玩了1年多啊，我玩的时间就是大家看到的瓜牛哥的视频时间和直播时间啊，其他的时间瓜牛哥都没有玩，瓜牛哥只有在录视频和直播的时候才在玩，也没有玩多久。来吧，看一下这一波对手是谁。哇，吉尔贝利亚没了啊，朋友们，我这配角扛不住的，等一下又得关掉，但是我们可以先试一下。看见没？直接，哇哦，鼓掌！我们的配角卡顶住了伤害啊，可以，给他们鼓个掌。他们顶住了伤害，我们雷杰多就有发挥的空间。哎，只要他能顶住，不需要他伤害。完了，这一波完了。这个家伙伤害太高了，暗黑欧布伤害太高了。我们的配角顶不住的，你看，大家看一下我的配角没了啊！但是我们主角是挺强的，我配角顶不住伤害呀，知道吧？配角扛不住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关掉，重新来啊，重新来，看一下下个对手是谁啊？哎呦，吉尔贝利亚76级的吉尔贝利亚，等级比我还高。他的无敌技能又多，我这个配角又扛不住他们伤害，很烦呐、啊！这一波完了，我们这个配角的血量又……哎呦！又没了配角。好的，洗完袜子就关吧。这个龙亚3v3想啊，第一必须得有5个闪卡，然后所有的英雄都有一套装备，还是可以拿到第一的。现在还是比较难的啊。但是排位赛3500钻石，我跟大家说了的，瓜牛哥今天势在必得，大家可以陪着瓜牛哥一起拿到第一，拿到这个官方服的全服第一啊！这里我们是绝对要拿到第一的，还有1个小时啊，还有1个小时结算，我们先继续打这里，把我们的这一个稳在2到5名，拿个1000钻石也可以啊。哎，这一次对手有可能打赢啊！先一个2级人控制一波，哎，把他们控制住啊，让他们不要打我的配角，非常完美。只要不出现那种特别主力的对手，我们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个配角还是能存活下来。
碰到那种很厉害的，哟呵，我们这个要损失了一个啊。接下来带队无限赛罗，无限赛罗也很好带队啊，一技能控制，哎，无限赛罗一技能控制还是挺厉害的啊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要看无限赛罗的表现了啊，朋友们，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，大家帮忙瓜牛哥加油打气，双击屏幕点赞，评论区刷满666啊，走起！好，这一个给的很轻松啊，这个给的很轻松，这一波是福利局啊，这一波是福利局。好、哦，放错技能了啊！这福利局我放错技能了也不行了啊。OK， 我怎么丢了一个什么技能？我丢了一个二技能，闪到别人屁股后面去了。应该丢一技能啊，丢一技能控制啊。好的，继续。好的，这里服务器要卡了啊，我们不慌，等一波，等一波。好的，这边角色也不多了啊，现在是嘎子性能和马格玛了。我们角色也不多了啊，马格玛，这边我们把装备都跟他脱下来，不要点叉叉了啊，不要点叉叉了，好的，切过去就行了啊，马格玛71了，这个人真是狠，真是个猛人呐、啊！我们来上个80级，我真的是运气不好啊，朋友们。这三个80级是有装备的啊，搞不过，搞不过。这还是有装备的，上一局碰到那三个80级没装备，直接被我们巴坦性能给秒了，很刺激啊！这个抢第一很刺激。哎，这次有机会啊！这次有机会，朋友们，一技能控制一波，拿一套组合拳。哎呦，我们这嘎子性能差点被揍死了！这嘎子性能，呆呆的在那里，你看，就这一点血了。但是我们配角还多啊，嘎子性能可以牺牲，没有问题，牺牲一个没有问题啊，但是牺牲两个就很损失，完了，这一波这个打不过啊，80级的吉尔贝利亚什么鬼啊，我们把暗黑给秒了啊，马格玛也没了，看见没，我们是打得赢的啊，但是我关了，但是我关了啊，因为两个打是打得过啊，我们主力打得过那三个80，不是三个80级，一个80级啊，但是有两个很厉害的英雄，我们无限赛罗打得赢，但是我们这个配角扛不住啊，因为我们配角没有原金，没有羁绊，他顶不住啊，他顶不住也不行呐。但是我们主角嘛也没了呀。但是我们主角一二，接下来啊，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主角能打过，我们就不关了啊。配角死了就死了啊。原因是我们也就两个主角了，不需要那么多配角了，知道吧？43，
我们稳第二名就行了啊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